天宇晨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刚说你长大要回台湾工作，对呀、啊，赚钱，对，然后赚钱做什么？赚钱要给阿公阿嬷，对，那阿公阿嬷跟你说谢谢咯，好，谢谢你咯，不客气，哦，你很孝顺呢，哈，嗯哼，你那翅膀装反了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再试试看，哎，对。啊，对对，这样才对啊。它、啊、没有翅膀怎么飞？它翅膀用那个给飞机坏掉了啦。好、啊，飞机坏掉了。